我们来辩个明白啊。 来吧。 兄弟，加把手，好，嘿，嘿，交给我吧。好，好。
太原妖物，不可姑息。可别小瞧了我。凶兽的吼声，华流一定就在这附近。雾气好大，看不清方向，我们循着声音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？应是可行，不过吼声时有时无，仅凭这个还不够，仍需多留意火灵残影。多支箭射飞，别这么严格。不要看！结束。哎，雾变淡了。我说这几年花海怎么莫名其妙多了好多雾气，原来是这些花妖在搞的。他们好像是凶兽闯进花雾崖之后才出现的。嚯，原来是认了凶兽当老大。哼，可别小瞧了我。好机会。剑云妖物，凶凶厉厉，都没出手，敌人就被你打败了。你说，夸张。风卷残云。
别小瞧了我。这个护甲是那妖怪的东西，难道与他修炼的功法有关？不管怎么说，妖物能除去就好。这下诬陷，回报此事。危险，我们离凶兽越来越近了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师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们没有与凶兽正面交战的经验，我将照神之术交给你们，以防万一。他研究照神之术是想要帮助我们吧？好，你多费心了。照神之术啊，这个厉害了，谢了兄弟。多谢修大哥。且慢，他似乎还有一丝理智，不像一般凶兽。华流，你越狱潜逃，草菅人命，可知罪大恶极。吾乃神圣，岂会如此？西区生性凶悍，但甚少主动伤人。华流更是天性温和。此二者虽皆是天域囚徒，但罪名不重，为何会越狱后不幸极大？吾因获罪而被禁于天域之中悔过，恍惚间似是有一位强大的神族劫狱，诸多囚徒脱逃追随而去，天域一度乱世，吾无力动弹，况行其然而吾再有记忆后，就已身在人间。你并未跟随魁宇逃走。然也，吾神智失控，所经之处焚毁了许多族，之后流落至此地，迷化至少不再除去伤人。怎么会这样？突然凶心发作了，见了你的伤口。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快完蛋了。神兽岂可被辱为凶兽，还不解魂魄，不如就此湮灭。他想同归于尽。师姐，使用照神咒。好，敦请剑神。
现化风光。看张皇上，看妖王，恭喜！梅花对凶兽有镇静效果，我们利用战场上的梅花，让他清醒过来。有片刻清醒，但无法控制自己了。需从速将其铲除，以免危及苍生。可他刚刚还喊张，千方剑云上。凶兽之事，怕是另有隐情。我们将他葬了吧。你们退后。走吧。等一下。这里的迷花毒性连凶兽都能制住，我想多采一些回去研究研究。好。Oh.
们待我。千方剑云，仙兽可否再说详细？那小家伙专吃毒。月姐姐，
小鱼子，是白姐姐，我是仙侠派弟子。啊，我手小。谢谢哥哥。小鱼子，我送你回去好吗？现在外面很危险。现在还不能回，凶兽来的那年。所以，你是想帮你娘把镯子拿回？小鱼子想让娘亲开怀，白姐姐知道。我要带着镯子回去。哎，要不？嗯。客气。村子被烧成这样，庄霞估计也看不出本来样子。你们找到了吗？得找仔细些。嗯。千方剑云。剑化分光，外面烧坏了，但镯子还是好的，赶快拿给小鱼子吧。几位修为高深，小鱼子的娘姑，哥哥姐姐们再见。宋君，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他是谁了，那时正是仙盟组建之时。亲传弟子，不会是下次要是还能还有海归元剑化，
华流之事，需要尽快向中等真人报告。好。对了，小婷，这次我总能一起进仙侠派了吧？哎呦，今天守门的还是大师姐，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啊。又是他！啊，我上辈子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？怎么命这么不好？神族不会干涉凡人的命。哼，谢谢你提醒我天生倒霉。村子的铺子里有个合适的，送你。叶姐姐，你还一直记着？好漂亮！等等，怎么又被他抢先一步？我知道，那个香囊一定对你意义非凡。我不知该怎么宽慰你。那个是我娘绣给我的，从小就带在身边，后来到了仙侠派。那就是我第二个家，所以我又在上面绣了仙侠的图文。难怪这场仗我不能输，我得送小青一个更好看的。落花有意。喂，喂喂，不对劲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？什么？糟了！各位，不可再踏进一步。仙侠派为女绣门派，谢绝男子到访，否则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，不会再客气。我们可以不入山门，但你们必须立刻将都督府白家千金恭送出来。都督府白家千金，师父所说的弟子皆为孤苦无依之人，哪有什么千金小姐？师姐，你们别动手。你是什么人？快滚！蠢货，一边去！女大十八变，那天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。二哥，好，跟二哥回家吧。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，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。
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呢。启程。二哥，等等，我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晴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强迫他。识相点，闪一边去。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小妹的朋友，就凭你们在毒龙军营地的所作所为，就能让你们抄家灭族。哼，好大的官位，可惜这里不是卢龙府，我也不是怕事儿的。仙侠派乃修仙清净之地，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，请回。笑话，这是我白家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仙侠派乃清修之地，还请勿要擅动刀剑。你们几个先退下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余霞真人，久仰大名。本将是来接舍妹白墨晴回家的。寻亲乃人之常情，但仙侠派亦有自己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二爷我……二哥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您。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，只是当时年幼，又遭变故，心神慌乱着才撒谎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为师多少察觉到你似乎在隐瞒什么，只是仙侠弟子大多过往凄凉，为师不愿再触及你们内心深处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故从不会多问。如今你已长大成人，无论何去何从，为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师父只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直面过去，莫要再选择逃避。小晴，你赶紧说啊，你不想回去对不对？师父，这些年来的授业解惑之恩，徒弟日后必定报答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要走？为什么？让你们担心了，可是有些事我必须去面对。就让小晴这么走吗？他这一去，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。他那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，回家后呢？还有，白家那种蛮横态度，万一小晴回去后被关起来……他们毕竟是亲人，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。师父有要事和三位相商，已在大殿等候。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就算我们大闹过军营，那些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在仙侠派的？对了，秦妹的香囊，这次全当教训。你少说两句，看你下回你还敢不敢再冒失。你记得后再说吧。以后不下山了，再也不下山了。
这次全当教训了。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凶兽的事情如何了？他滑流，没想到凶兽肆虐背后，七情虽可悯，但他终究还是夺去千百生灵的性命，致使无数百姓流离。除去滑流，实乃将其自凶性中解放，你们切莫再因此而有负担，尤其多谢上神相助。分内而已。刚刚传来消息，有凶兽在辽东重镇的运河中出没，我即刻前往。那不就是在……还不快谢谢真人！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指点。儿女情长固然珍贵，但修道者理应以天下苍生。是，晚辈悉听教诲。那我们这就去卢龙府，去找小……去除凶兽。是去除凶兽。对对，去除凶兽，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。
不知道仙盟的道长来了。畜生也有灵性啊。